才二十。国内第十四轮疫苗今天开始预约 ，AZ、BNT 跟莫德纳三种厂牌全开。早上10点是 AZ 疫苗先开始分流预约，下午2点则变成是 BNT 跟莫德纳开始。就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一定要记得预约了。而另外春节返乡检疫天数还是引起外界讨论。指挥中心昨天说了，10+4确实有可能变成7+7，最快会在本周拍板定案。不过专家说了，不管改成几天呢，民众遵守防疫的心态其实还是关键。